看看啊，这是卖家秀。哇，我买了。像这种油，你第一反应呢就是挤一点洗衣精，然后就这么去搓它，搓没搓干净你又看不到，并且还非常容易褪色。来看看我们洗脸的方法。这种校服梅子洗衣液你用力去刷，不仅刷不干净，还会破坏衣服形状，建议你试试这个方法。喜欢穿卫衣的那是真的有福了，平常衣服弄到油渍泛渍洗不干净的，就直接用它在油渍处轻轻涂几下，再丢洗衣机一洗干干净净，平常洗不掉的顽固油渍也能洗得干干净净的，真的好用，我要用到它停产为止。家的衣服也是这样。这样还有这样的吗？啊，看看啊，这是卖家秀。哇，我买了。